欢迎回到梦太郎的高分挑战。连续闯了3小时，终于3万秒。玩多了感觉其实越在后面惹到小鸡和小鸟这些地方势力，越容易形成死结。后面注意如何躲避他们成了很重要的攻略点。不过这次的失误是游戏的后面会连续出现两只乌鸦的组合，误判了后面一只乌鸦的飞行轨迹造成失误。在 Steam 的论坛上看到有个网友说他玩的了31309分，如果不失误的话，说不定这次就能超过了，遗憾。不多说了，看视频。